译者陈慧玲台北报道。金曲歌王萧敬腾过去总习惯层次性穿搭，对于露腿和露手臂总觉得害羞，这次受邀担任国际知名服饰 Calvin Klein Performance 亚太区品牌形象代言人，据悉酬劳大约4600万台币。对于过去为何总是习惯包紧紧，原来是萧敬腾觉得自己太白太瘦，担心露腿没有看头。这次萧敬腾拍摄形象广告，包括来自纽约的艺术总监，来自法国的广告导演，来自意大利的平面摄影师，打阵仗团队在广州体育馆展开3天的包场拍摄。他在气温只有0度的寒风中拍摄春夏服装系列，看着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包裹着厚厚的羽绒大衣，他仍敬业地摆出各种姿势，让国际团队直喊佩服。工作人员也出动了10台暖炉，远远包围着萧敬腾，尽可能的不让他感冒。萧敬腾说，这没什么，平常已经习惯了，夏天拍冬装，冬天拍夏装，没事。萧敬腾所担心的白羽兽其实是女生最向往的，不过之前去关岛拍写真，大家都晒黑了，但他只是皮肤变红，之后又退回白皙皮肤，令人羡慕。这次拍摄的服饰中，萧敬腾还穿上白色背心和短裤，他笑说，我又没说我身材不好。实际上他一周最少打篮球2至3次，体脂肪只有6，掀起衣服也有好几块腹肌。萧敬腾为服饰代言，展现自然风。 Calvin Klein 提供。